安排爬坡去。讲一下准备怎么样表现啊？就干了啊，就是就上就是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就上场这样子。就干了啊，讲得出来也算很厉害。可以这样。这样会不会 NG？ 你不是最想 NG 的吗？当头鼠目啊！知道我们越来越多人那边来那边看，就是有一个压力，有没有？那等下清场好了。用啊，又没有要干嘛，清什么场？那清场让你们干嘛？没错，不用。我们在叫请导演。还有一个话，其实我要跟他讲。嗨，您好。好烂，好烂，你 sales 啊你？好烂哦，你太强了。没讲没话。帅哦，还蛮好的。哎，卖保险。走。你看好演啊。这个是什么？搞讲不下去了。喂，热狗他讲不下去了。我跟他讲一下。好，你等一下，你等。腼腆哦。OK 啦。这边一点。酷一点，不是。狗懂酷一点啊。烂浪费，他已经靠到你怀里了 ，OK 好不好？再讲一次，我妈妈被。